天我是山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好，欢迎来到玲玲看上去。对面。来，先帮玲玲擦嘴巴。好，妹妹，你又是刮伤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小你的嘴巴一样很脏。往另外一边帮你擦。好。可以。哇，有两样物品，三样物品。这个是电灯，小，这个是小米，这是小米车用充电器二快充板。噔噔，好，它本身是一个很重的东西，然后这里有插头。这里还有不知名的东西，这全部都是英文呢，你哪看得懂？18瓦。然后这里有按钮可以按，这里有热能说明。啊，小黑字掉了，来，刚才是我可以，我抓着热，然后你把那两个抽出来。一个，对，第二个。小米无线充电器，好，介绍完给我开，然后我开这一盒。啊，我要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刚才开过两次了，每次都你在介绍。因为你都开过两次，这次换我了。它本身是一个圆圆的东西，哎，然后这个是充电的地方。好，这里它有附一个。无线电的充电的那个，然后这里，你来给我那个。然后这个是充电线 ，USB 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哇，好干净。不知道。它本身就是一个这样，假如插个东西嘛，插进去之后，刺进去之后，给你蝙蝠你，插下去，然后假如我要。先把这个充电一下，先让它充电，我就这样把它刷进去，刷刷，有了，它就会是这样。这样子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可以做什么，知道吗？它就帮 iPhone 11充电。这样子就充？无线充电的。我们要不要来试一下？原本是这样，它还没充电。拿这个，这个，把它放上去。你看，它在充电中了，厉害吧？这是小米无线充电器20瓦快充板呢，695元，算700块，然后用250元折价券，所以买了1000块，算打75折，多少钱呢？这个。然后18瓦。这个、是小米车用充电器二。快充板265元，一样是75折。然后这个电灯是因为要满800才能省运费，所以才差90块，就买一个这个119的，凑八百二十九元，免运费。三样。顺便姐订阅我，每天都会出影片，每天6点吧。6点之后就会出影片哦。6点整。6点整就会出影片。好，那我们下次，拜拜。我们是小米爱好者。不是人，因为小米比较便宜。小米手表、小米夜灯、小米。因为爸爸买不起太贵的。小米空气机。对，空气净化机2台。